alas lentamente desplegó y bajó al río azul para beber. O、okay, K， 好人好事開麥。今日咧又見咗各位啦，咁啊，阿當下，而家大家最關心嘅嘢咧就係啲疫情好似越嚟越嚴重，日日都過百啦。咁啊，阿 Sir， 你一早你講會翻轉頭咯喎，點解你會知啊？未 book 先知啊？你肯留心就預算到嘅，因為地球係圓噶嘛。嗰病毒咧，曬印度一路行，跟住落去南美洲，你又未出到嗰啲疫苗，咁佢打個冷咪翻嚟咯。咁呢啲人又疏忽咯，你香港又冇人把關嘛，每日有成200,000人來往嘛。你而家你連嗰啲巴基斯坦啊、印度啊嗰啲航空公司嘅空姐啊嗰啲，係咪都免檢啊機師？翻去內地嗰啲又話係免檢嘅，好多嗰啲司機啊、運輸啊嗰啲好多特權。商務。同埋你嗰啲早年嗰啲搞國安法，因為個國安法成立咗咧，中國又派一批嗰啲公安人員啊，所有嗰啲職員落嚟啊嘛，嗰啲又冇檢噶。佢一成立完八號，咁九號啊爆發啦。計到時間噶嘛，佢落咗嚟先噶嘛，好多1,000+人，邊度見啫？北京過嚟，係咪先？咁你嗰啲，佢又冇收過情報，又唔知道嗰個病毒咧。我咧早知啊嘛，我早知道只病毒變咗種，變咗種咧就唔止係個毒性咧就強過以前10倍。佢最麻煩咧就變輕咗。以前譬如話，我坐你對面1公尺，一次咁啊噴1公尺咧，佢因為嗰個病毒本身嘅重量重啊，佢就自己跌咗落地下嘅沉底啊。而家佢輕啊，佢喺啲空氣度漂移，唔跌落地下，啲風一吹，咁咪周圍去咯。所以大家去酒樓茶館都小心咯。即係如果有人行過，佢有係帶病毒嘅，佢打個黑黐或者噴嘅氣出嚟，你都會中招啊！因為你喺酒樓有陣時你食嘢，你冇戴口罩啊嘛，佢行過啫，咁你都會中招，喺空氣傳染。但係好在咧，就佢毒性係強咗，但係佢攞命係少咗，攞命少咗，但係好多後遺症。咁後遺症咧，大家希望咧就唔好去爭論中西醫啦。後遺症中招咧，你一定要睇中醫。我而家咧就有個好消息啦，我哋睇英國公布咗個藥廠就用咗我哋以前一啲人諗出嚟嘅概念，就係我哋吸萬金油、吸區風油啦，佢就用咗個噴劑，所以一中招人咧70%即刻復原。即係由個呼吸系統入手，係英國嘅，大家我貼咗出嚟嘅。所以始終英國係比較有可能佢哋個利益冇咁大啦，冇咁多大藥廠啦，係嘛？我而家睇報紙，你如果輝瑞藥廠第一批同美國政府俾錢，佢都20億美金啦，攞1億支都肥過肥仔水啦。咁其他國家咧，大家各顯神通咯。中國又話佢出到呢啲疫苗咯，疫苗啊，即係防止中，又防止中招會頂到啲啊。咁嘅環境之下，點會有人幫我哋宣傳呢個咁古老嘅方法咧？
過千億美金生意噶嘛？過千億美金生意啊！同埋你仲有個後遺症嘛？佢用咗我哋方法之後咧，就算冇咗病毒，我嘅經驗好多朋友同我講，用咗之後咧，佢每年都冇咗感冒啊嘛。你話如果世界冇咗流行性感冒，冇曬呢啲咁嘅病毒傳染，啲醫生食咩啊？即係食蕉得啊！今日唔記得買梳蕉嚟添，係咪啊？仲講啊，幫你買梳。咁醫生食咩咧？個個傷風感冒就係睇醫生噶嘛。有啲啊，公司有醫保，自己有保險，係嘛？睇得快好世界嘛，開幾粒藥俾你食。其實你傷風感冒係唔應該食藥都得㗎，飲清水、休息夠睡眠咁，自己會好㗎，係咪啊？但佢哋冇計㗎嘛，你擺門㗎嘛。等而家你嗰糖尿病啊、cancer 啊、血壓高啊。嗰啲係咪你要長期食藥㗎？幾多錢？你啲糖尿病藥同埋嗰啲血壓高藥幾多錢？全世界都賣，富可敵國㗎啲生意。醫生焗住幫佢手㗎，醫生醫好曬，咁藥廠唔使賣，咁佢自己冇正體啊嘛，係咪啊？就好難搞嘅社會呢個係我哋喺佛學講叫做五族惡世啊嘛。有多少人在江湖啊？係咪啊？咁啊，大家最緊要洗手、戴口罩都必然啦，同埋戴正確，最緊要正確啦。就我哋好強調，你一定要吸區風油或者萬金油，每日三四次，雙手摩擦，跟住而家要加多味啦，噴銀離子水，出入都噴一噴。因為你嗰頭髮啲身啊，帶嗰啲菌入屋企啊嘛，你個頭髮係露喺空氣度噶嘛，黐到噶嘛，啱唔啱啊？嗯。所以你唔噴咧就老襯噶，特別屋企啲工人啊、啲小朋友啊，我哋有啲韓國人嚟啲水翻咗啦，咁啊其實買嚟送禮啊最好添。你話你送兩三支我哋嗰啲韓國人嚟啲水俾嗰啲朋友啊，佢成家感恩。好過你請我吃幾千元飯啦，他覺得你關心他啊嘛。做老細嗰啲應酬嘅最好而家就係送禮，係嘛？咁阿 Sir， 你估計呢個疫情要幾時過咧？出年啦。呢延續到出年。出年啦。同埋你要把關把得好添。出面希望出面過。如果出面都不過咧，就真係個經濟大禍啦。我哋有時又好奇怪咯，即係唔係話你個特區政府嘅政策問題，好簡單嘅啫。你嗰啲酒樓、餐廳日頭都開得，唔通日頭啊嗰啲病毒瞓覺，夜晚六點鐘後出嚟？你影響好大嘅嘛，社會個生意。唔明有咩意思咯？啱唔啱？你真係影響非常龐大啊嘛！跟牛火辣養人，所以有啲酒家佢連日頭都費事做啦，直情停業啦。你搞到咁樣，你一入去量體温、量成咁，你咪起碼都俾啲酒家都開到咯。啲往過剩，我應該做嘅唔做啦。你把關嗰度你又唔做，入嚟嗰啲體檢嗰啲行為你又唔做，係嘛？鬆到冇染雞籠，都好悲涼。我睇到個社會即係整一班咁嘅殘神喺度做官，係社會一個悲劇，係好唔好彩啦佢。我再講講，因為有人問咧，最近我們的翡翠玉呢，我好賣了，因為我在個網上給一些網友啊、會員啊、必啊，因為我貨多嘛，那一同我鋪翻上去那些緬甸那些資料喺度。OK。仲有成五千幾公斤在個倉度啲翡翠，我賺好多錢，七年前買的啦。咁啊！而家啲人逼到佢哋睇喎，嗱，我六年前我嘅定價都，你今日買都唔使。
因為而家好奇怪喎，唔知咪 Burma 嗰度嗰啲冇石啦，又石山冧啦，而家又封關啦。封關啊！完全冇平到啊，翡翠靚嘅，標都平咗，鑽石都平咗，翡翠冇平，喺個市場冇平到，因為嗰啲係得閒有人有錢中意去買嘅。唔係你都唔會無端買嚿翡翠擺下玩下啦，係咪就要交卡數仲買呢啲無謂嘢？佢自己中意啊，買件玩下，買唔帶啊？有啲係買嚟保值嘅。咁啊，我有個學生問到啦 ，Sir， 你係咪即係特登益下我哋？我咪特登益你，因為我而家又唔使鋪租，又唔使夥計，唔使燈油火蠟。直接喺緬甸買石回嚟，以前買落嘅，開咗嘅，咁我有班好嘅師傅同我肯同我挑，佢哋啊冇公開啊嘛，好多師傅，係啊，係嘛，咁停工嘅咁咪同我挑咯，咁啊好過行船好過彎咯，大家好，咁啊益下嗰啲人要嚟玩，有錢買過嘅擺度，送下禮都好嘅，入邊嗰啲擺件好平。咁大嚿石頭聽到個個藝術品擺出嚟，係咪啊？你個個擺完都話抵佢嚟到睇到哇，靚過張相喎，影出嚟我梗係靚過張相啦，真嘅。張相嘅你鋪出嚟啦，冇咁靚啦。唔擔心㗎，我賺好多錢㗎啦，我喺嗰啲天材地寶。因為嗰時我師傅叫我唔好投嘅嗰批石，有一兩批對，我睇石師傅啊。我搏唔搏屌喎，夠膽贏一半啦！咁我記咗幾個口訣嘅，記咗幾個老人家啲口訣嘅，咪啊賭一半啦，賭一半好平翻嚟，都冇人敢落標，冇人敢落標，我落標啊，咁咪平咯。諗住都唔中噶啦，中咗，所以賺好多錢嘅。即係而家我咁平賣都賺錢，開出嚟就唔同咗啦，一刀窮一刀富。係啊，嗯。我哋做嗰啲靚翡翠嘅白沙板擺喺連家佛啦，特別貴啦，32萬。我買嗰件同我啲人還翻，一皮都唔使，翡翠白沙板，翠綠噶大佬，係咪先？所以我哋平嘅，同埋真係冇皮費啊嘛。我收現金啊，掹掹袋啊，唔使報税啊，坐喺黃州，因為冇增值税噶嘛。我七八年前我買嘅翡翠翻嚟升咗值啦，關你政府咩事啫？冇增值税啊嘛，所以咪益下人啦，冇所謂。我哋又叫做有兩個錢喺袋啊咁嘅，唔使補租嘅。有我哋嗰度天后嗰度係自己地鋪嚟噶嘛，慳翻好多。嚇！慳好多。30幾年啊嘛，那個地下買咗，係咪先？所以有咁嘅條件喎，賣得平嘢俾人啦。好，第哎，整個新英品熱辣，好多人講啊，今日好多人問我添啊，唉，拗曬頭啊，嚟，擸下眼睇好似火燒領事館添喎，以為嚇，係咯，以為掟個炸彈落領事館咁大喎，總領事館嚟添嗰個。這一間呢是總領事館來的，是中國中共國建交第一間總領事館，在侯斯頓，即是中國在美國的第一間總領事館，不是大使館，是總領事館。好了，計回轉頭呢，美國在中國呢，現在他們又說要有樣學樣，關閉回中國一間總領事館，就打算呢關閉那間武漢，即是你關閉那間，因為通常少少通識啦，譬如國家和國家建交之後呢，有大使館就一間嘅啫，喺首都啊，多數佢哋要對等噶嘛。譬如你同意我喺你首都設一個大使館，有大使班系，
跟住咧有幾個城市咧，你開幾多個領事館、總領事館，細啲嘅城市咁啊，或者領事館，但係佢啲大城市一定總領事館。好啦，你話俾我聽，你有五個總領事館，我係一個大使館，我又要喺你國家咧有權咧開翻五個總領事館，大家一樣嘅，即係我攞咗呢個開館嘅權利，我唔開一件事，你明唔明啊？個公民咧就同意我喺度同你一樣開翻咁多間嘅。好啦，到你停我一間咧，我又停緊翻你一間。佢哋講對等啊嘛，國際間嘅各與各之間，大家嘅利益都要對等嘅權力利益。而家咁啊，美國打算停呢個武漢，報紙講，因為武漢咧已經喺肺炎嗰陣時咧撤走曬啲職員噶啦嘛。中國唔俾佢開展嘛，咁而家曾經咪封埋佢，唔俾佢開咯。咁我美國費事翻去開，翻去開咧，俾你關我門咧就又冇面，咁咪曾經唔翻去先咯。嗰度以前有啲衝突嘅，佢因為佢美國想翻去重開嗰陣時咧，中方要求佢檢測驗 DNA。咁美國佬咧就唔同意佢驗 DNA， 驚住你攞咗我哋嗰啲領事館嘅人員嘅職員嘅 DNA 咧，擺喺你中國檔案度咧，唔知做乜。咁佢運用個外交權力咧，豁免咗唔做，唔做咁中國又唔批俾佢啊。美國佬話自己檢測佢哋又唔接受，咁啊冇開到啦，有少少鬥氣嘅。咁等中國要咁樣攔呢個美國佬去開嗰個武漢領事館咧？有成千幾人啊嘛，咁武漢咧就係爆嗰個肺炎嘅地方嘛。係啊。咁根據國際條例咧，逢係領事館或大使館咧，收集情報咧就係例牌工作嚟嘅，明文寫明嘅，你係負責收集你當地駐在國嘅軍事情報啊、政治情報啊、經濟情報啊、社會情報啊。你要報告翻俾你自己國家聽咧，調整政策噶嘛，即係嗰啲特工間諜咧就係合法嘅喺度活動，但係喺個合法活動之下咧，都有啲規範嘅，所以而家咧講咧就係講佢點解會要封閉呢個侯斯頓領事館咧？美國就可能佢過咗界啦，但係詳情我哋唔知啦，但睇啲報紙網上都有講咧，就話佢個領事館咧。直情做咗一個特務中心，咁你知道中國啲特工咧就唔係零零七嚟噶嘛？哦，國產零零七，周星馳嗰只零零九啊嘛，咁啊亂咁廢，亂咁搞，咁你咪出事咯。咁你會過咗界，過咗你嗰個行使收集情報嘅權力嘅界線，或者危害到佢哋當地國嘅國家安全。咁咪戒你走咯！但通常咧喺蘇聯同美國佬交惡嗰陣時，冷戰咁串啦，俄羅斯啦，都係驅逐呢幾個人出境嘅啫，就好少咁樣話封個領事館七廿小時內驅趕總領事館離境所有嘅人，所以變咗佢總領事館咧。砰砰聲咧，要燒毀啲機密文件，但我哋咧就有少少百思不得其解嘅。你呢個係新領事館現代化啊嘛，唔同武漢嗰個嘛，以前美國喺武漢嗰個咧唔派得嚟，因為當年武漢開領事館咧係好早嘅，喺鴉片戰爭之後1861年開嘅，大家知唔知啊？咁早？美國駐中國領事館第一間武漢總領事館1861年開嘅。大家走去睇翻資料。清朝，鴉片戰爭後咯。嗯。嗯。有幾早？1861年成立武漢總領事館，美國駐華嘅總領事館，所以好有歷史啊！嗰度經過好多風雨，經過好多又停啦，打仗又停啦，停咗日本戰爭又停咗，停咗又開翻啦，到佢。共產黨上場又開不到啦，要到他七幾年中英
中美建交之後才開翻噶嘛，開咗41年，重開翻41年，但歷史好耐啦，冇人總領事館。咁變咗你喺中國駐美國嘅成員做嘅工作，有冇踩人嘅界啊，或者過界咧？咁你知道啦，喺嗰個國際上嘅特工嘅交往，你害我，我算你，你及我，我及你噶嘛？正常啊，係嘛？但我相信，如果你喺美國當地咧，你啲特工唔夠美國嚟噶嘛？佢個支援不夠啊嘛，假餐靚過你，乜嘢多過你啊嘛，陀地啊大佬，係咪啊？咁有人俾嗰啲 FBI 釘住曬你，開曬快腦你做啊嘛，所以而家仲有個黃娟咧走咗入去三藩市嘛，大家睇會睇得到啊，話佢收藏間諜啊嘛，而家話中國，咁有人下一步咧就連個三藩市個領事館都封緊埋，你就交易。咁通常嗰度咧就多數都遞解嘅，譬如以前俄羅斯大家見到啊，啊幾時幾日，俄羅斯就揾幾多個特工，就跟美國咧就交換間諜人質，知唔知啊？有條間諜橋噶嘛，大家睇電影都睇過啊，喺嗰個橋嗰度一人一批人交換，係咪？嗰陣時美國個靚女咪俾俄羅斯交換咗咯，好靚噶嗰個燕子，好叻噶，成日都交換嘅。但點解呢一次連交換都冇咧？但係交換咧有好多潛規則嘅，譬如話我喺你嘅國家抽咗你嘅情報，俾你發現咗。我又將啲情報咧係俾咗我嘅背後嘅老細啦，係人拉咗。好啦，而家到我嘅背後國家老闆出嚟救我，揾人質同我交換。但交換之前都好多承諾嘅喎，真係要講個信字嘅喎，唔係簽文件嘅喎。即係話咧，你攞咗我的情報咧，你係唔用嘅。呢個真係講個信字啊！即係你同個情報嘅主管啊，得啦，你大家交換啦，咁，喂，咁你攞咗個情報咁啫，我俾翻你，俾翻你冇用，你 copy 曬，我保證係唔用。即係嗰個範圍之內偷咗你嘅情報咧，我係唔用，講嘅啫。咁我咧就攞翻個人，就係、是、你俾翻個人，俾翻個特工你咧，係當條件嚟嘅，即係你應承唔用，偷咗算數，但你係唔用。當然你偷咗我啲，我都改啦。但係啲好機密嘅，你知道，但你唔同，又唔會話將啲料爆出嚟啊。呢個道德嚟，即係每一個行咧都有佢個道德嚟，個操守嘅。即係你做情報局長，你都要守呢個承諾，因為冇國家敢同你來往噶嘛。屌你乜講一個唔係啦，咁樣係嘛？咁究竟中國共產黨呢啲幹部？有冇咁微細去傾呢啲問題？有冇呢個咁嘅？因為佢好新嘅啫嘛，中國共產黨啲間諜網啊，擺檔攤仔踎喺唐人街咁，你話當特工噶啦嘛？有冇呢個咁嘅文化咧？即係我就相信，我覺得佢哋冇，佢有都冇人信佢。咁你佢哋好留守噶，好啦，你而家你咁新領事館，你去燒毀嗰啲文件，你唔係倒桶火水間度，哇！點解火燭咁？對面街打電話去報警喎，侯斯頓間總領事館中國，消防局砰砰聲派人嚟救火，唔俾人入，你會唔會即係你低檔到咁啊？好似50年代嘅間諜電影咁？哇！佢有人殺到嚟啦！我哋快燒文件啦，即係等於嗰個外圍馬卜檔啊，嗰啲馬攬嗰紙啊，燒落去沖廁所，屌你啊！唔係咁啊嘛，
在現在的科技銷毀文件很多方法的嘛，好了，有碎紙機，有什麼都有，又有過這種焚化爐、無煙的爐都有，他們沒有，我都不知道他們怎樣搞啦，但碎紙機呢麻煩一點，因為試過呢，碎紙機拼得埋，拼得埋的，美國佬有間大使館呢，在德克蘭的時候呢，就是被人哋攞咗走嘅時間咧，賴低咗啲整碎曬嘅紙。伊朗咧就屌你，一俾啲人得閒，又人多，好微細都慢慢砌翻啲機密出嚟。所以後期咧，佢哋大家咧都用另外一種方法處理嗰啲文件，所以好搞笑咯。咁啊，而家你搞到今時今日。究竟中共政府踩到美國佬邊條尾咧？要咁撚嚴重咧？要你即刻七啊幾來搬遷個領事館？好少噶，真係大家睇個歷史啊！而家仲要宣布話，當老曾仲公開講噶嘛？佢將會陸續關閉，屌你！不用給面子，關一下又關了大使館就很大鑊了，開微波，究竟他踩到哪條尾呢？我就做了一點點八卦新事，打幾個電話給那些兄弟，在國際的兄弟，原來他們呢很撈勺，請一些那些叫什麼工啊，那些不是特工啊，是沒有受過訓練的啲大學生啊，啲嘢啊。阿彪即係讀大學啦，佢即係讀書嗰之前咧，而家佢哋咧就係俾佢哋美國咧發掘咗咧，就專利用啲大學生或者嗰社團橋領啊嗰啲啊，生會嗰啲同鄉會啊咩會啊，大學生去讀書。咁譬如你一個人去到外國讀書，你而家好寂寞噶嘛？他自然有些同學會呢，你現在周圍打聽一下，有沒有誰同我在留學啊，僅弄到一兩個的，你未去美國讀書之前，你弄到一兩個，行了，你過來我照應，那個人呢，就會通知同學會跟著有兩個那些留美同學會的人，今天來接你機的，你明白嗎？又是那些留美同學會的人來接你機，咁接你機又請你食餐飯喎，咩事都冇噶，好正常噶，因為你事前係聯絡咗噶嘛。得啦，幾時過嚟啊？我哋有同學會有成，大家鄉里啊，大家北京人過嚟得噶啦。咁你去到真係有人接你機，咁啊食餐飯，乜即係有乜嘢咧都同你打點好好嘅，好好嘅。嗰時咧未有領事館嘅人出現喎，嗰個有個程序噶。好啦，咁呢啲咁嘅外圍組織咧，即係呢啲咁嘅乜乜同學會啊，乜乜喺美國啲咧，就嚟接咗你機，我接你機。咁一個人好無聊噶，你個讀書又悶啦，咁你咪埋堆先，咁你咪埋咗一堆咧。有陣時有啲同學嘅聚會，你咪去參加啊 ，party 啊，或者有啲咩講座啊，有啲咩 event 啊，你去啊，你去咧，咁你會識到嗰啲中。共駐外的外交人員咯，有啲場所出現啊嘛，佢哋啱嗎？係嘛？咁咪出現咯。咁你又識到一兩個啊咁，坐搭啊搭啊，有時可能你自己都搭下路啊，有啲又啊好多福利㗎，咁你又有獎學金申請啊，第時你做唔出嚟，你都要揾啲路數揾嘢做啊，留低啊，有人幫你搞啊，居留啊咁你。你自不然會埋堆嘅，埋最近咧就埋嗰啲同學會咩會嗰堆。好啊，到你讀到咁上下，你做研究院嗰陣時咧，就多咗飯食啦。特別你涉及嗰啲科技研究啊、乜乜研究啊，無端端咧你都會啊，我哋去完聚會出完個活動之後咁啊。領導話請你哋大家一齊食餐飯傾下偈喎，佢未一個人請你嘅，即係成班人，但有你份先。咁你已經咧
升咗級咯喎，飯局有份啦，升咗級啦，啱唔啱？因為你係入咗一個科目咧，係有份跟個教授做研究嘅，咁你有飯食啦。吃完飯咧冇幾耐咧熟咗咧就問你喂有啲咩搞啊嗰度咁啊，咁咧你會感覺一種自豪感喎、哦，有人睇中你啊嘛，嚇、啊、嗱我哋祖國好強大噶，大家同胞點點你要愛國啊乜乜乜乜，咁樣你咁後生都係人才啦，啊我哋組織都好。欣賞你啊！啊，能夠幫自己祖國做啲工作，咁你話你點解咁撚多人睇唔中睇撚中自己？未必有錢㗎嚇，未必有錢嘅。除咗有飯食，有多少福利，有啲靚女俾你睇下之外咧，啊，開始你感覺有啲存在價值啦。咁你咪會按部就班咧，就會定期俾一啲資料人㗎嘛。但你以為冇乜嘢啊嘛？但其實嗰陣時你個行為咧就係間諜行為。你當係冇乜嘢，實際你嗰個行動啊，就係間諜行為。收集資訊，呢啲叫臨時工。呢啲都有得請 part time。臨時特工啊！臨時工。有啲係免費。佢睇呢個性格，你中意錢中意嘢，佢咪俾啲你咯。你唔中意嘅，哇，好有理想嘅，佢咪煽動你啲愛國情懷咯。佢因人而設計噶嘛，幫你。咁但係做咗臨時工嘅，都仲未有事，因為你未讀完書嘛。我一到你讀完書，你係同嗰啲人滾熟咗，我話你就。自不然，你特別讀啲高級嘅科技，有大公司請你啦嘛。哦，一去到即係你屎忽撞棍，去到嗰個大公司度做，啊嗰陣時啊唔止食飯啦，有歌劇廳，有人請你，會見到一個領事館嘅參站級嘅人物，同你做 friend 啦。打好啲啊，同國家服務啊，嚇我哋點點啊，又幫你喺銀行借錢買啲平樓啊，俾低啲利息啊，總之你又覺得係飄飄然啦。到時有啲咩大型活動啊，咁啊跟住咧就你有用嘅咪俾出嚟講兩句説話咯。如果你冇用嘅，咁咪企喺街度揸一旗幫手揈旗歡迎嗰種咯。所以你每次見到領導人去到美國咧，有兩班後生仔噶嘛，係咪啊？有啲留學生出嚟喺機場歡迎咁啊，睇到啊個畫面，啊嗰啲咧就咁樣嚟噶啦，就嗰啲臨時工變咗做啦啦隊啦。但係出曬鏡喎。係啊，咁你好威噶嘛？咁你啲相掟翻喺翻自己鄉下鄰里係好威噶嘛？哇！我哋去機場歡迎領導啊，咁係咪？好威噶！喺你個心態，唔係咁多人得去嘅，大佬，好多人冇去噶嘛。你如果你真係揸依旗喺機場歡迎，你都要爭噶，大佬，你咁容易有啊？即係談啊！你話你想去啊？等而家你走去金紫荊升旗禮，你有冇得去啊？嚇、啊！你真係金紫荊。做啲學生唱國歌嗰班，你有冇份去唱啊？冇。咁咪咯。不過我會揀佢。好威噶嘛？啱唔啱啊？你覺得唔威啫，佢覺得好威噶啦，大佬佢喺學校出曬位噶啦，啱唔啱啊？同領導人握手添，一個唔覺意，隻手幾日都唔捨得洗啊。唔係。係咪啊？狀元。是啊，光宗耀祖的，所以人世間呢，你不可以怪人。他有整個遊戲呢，等現在你湯家驊之流啦，何君堯之流啦，是吧？他們覺得自己很威的嘛，有得回去北京見領導人，是吧？有得走去金紫荊廣場唱國歌，是吧？唱歪了都不用怕人告。
嗰套遊戲咧就咁搞出嚟。哇！佢搞咗呢啲咁嘅臨時特工咧，撲街啦！佢唔知道美國佬咧，由你開放俾你啲人入嚟讀書係個局嚟嘅，真係唔知，唔知你偷嘢，唔知你搞嘢。咁啊，等於而家你驅逐呢個領事館，頭先做呢個總領事館，係咪今日先至發覺嚟驅逐你咧？即係話咧，成套料咧擺撚曬喺度，佢就揀到你成立一個習近平戇鳩思想政策研究中心，先要搞柒你啊！英國搞完一劑啊嘛，送個大禮俾你，取撚消你嗰個引渡條例 ，BMO 平權。跟住蓬佩奧過嚟同英國傾偈，傾緊完偈咪搞柒你咯，攞咗共識啊！而家我睇，即係我成套嘢咧擺撚咗喺度嘅，幾條喐你呢間總領事館，邊個時辰最撚好？哦，戇鳩政策研究中心習近平。送個大禮俾你啦，睇你嗰啲政策點樣呢一發啦。咁咪繼續戇鳩啊！因為講緊到咧呢個王毅大媽呢個黑衣別聲咧，佢講緊到習近平係千古一帝咁樣犀利，三百年來最撚偉大嘅人，係咩？超撚過毛澤東，佢超過毛澤東啊！呢個研究中心思想你知唔知啊？即係唔擦鞋喺歷史上。得毛澤東一個人有個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嘅啫，歷史上即係有編制嘅。你其他嗰啲咧唔入編制，佢自己搞咩思想研討會啊乜乜乜乜咧就多撚餘嘅。正式有政府嘅編制認可呢個單位，都係擺翻湖南省個大學入邊啊嘛，得毛澤東有嘅啫。鄧小平都冇啊，即係話鄧小平思想政策研究中心都冇，得毛澤東有，都係擺喺湖南省省級嘅大學入邊掛正牌有嘅。好啦，而家咧呢、這個王毅咧諗招咁嘅屎計，擺撚咗習近平上神台，嗰、那個唔係省級單位嚟。嗰、那個、國務院下邊嘅政策研究中心下邊嘅外交研究中心喎，佢最撚大鑊咩？呢個人好撚毒，佢唔係想佢老細早啲死，佢唔係想佢死。嗱，大家好撚心水清睇，近呢一半年，近呢一個年來，中國外交係處處碰壁先。係啊，就算你而家你啲黨內黨員聽撚見我講你班幹部。你承唔承認呢近年來咧，中國外交周圍碰壁先？好啊，突然間周圍碰壁，你掛習近平個名上去整檔咁嘅嘢，即係我屌你有冇啲金蟬鐵殼喎？即係有鑊就屌你有冇習近平咩喎？我哋係當佢嘅思想指導嚟做嘅啫，咁喎呢個吳家欣係幾撚毒啊？即係話由過去到未來。有乜撚嘢外交政策錯撚咗咧？而家講你講撚走你個侯司長嘅事咧，都入撚習近平數啊！幾好嘅，就是、你嘅思想搞出嚟噶，根據你嘅思想政策去做啊！你呢個吳家產，呢班王家寶，呢班吳家撲街幾撚毒啊！害老細，佢明撚知撲街噶嘛，撲緊街噶嘛！你外交四面楚歌，咁你諗下呢個時間，搬集先生上台，用佢個名字。即係所有嘅政策思想都係根據你嘅政策思想去做嘅，你話撲唔撲街？做落嚟咩？咩撚曬啊？咩曬啲？呢班間擦鞋仔幾撚毒啊？你諗下，幾多人幾撚毒啊？我就唔撚知道習近平身邊啲幕臣點撚樣諗嘅。佢俾佢搞到嘅咧。好啦，而家你俾人過撚咗橋，仲有一樣嘢咧，最撚大撚鑊，逢係乜乜思想。中心研究嗰啲咧，係個人死撚咗先有噶嘛？你未死唔搞得，因為我思想隨時會變嘛，變撚咗我屌你乜點搞啊？
死撚咗啦，蓋棺定論啦，我呢個人留低嘅功德，留低嘅言行，值得後人學習嘅，有好多好嘢要用嘅，要深入研究嘅，咁你就成立過。咁即係當你死嘅咯，而家就當撚咗習近平死嘅，呢個唔家產皇帝都算毒啦。咁簡單，一句講曬當你死嘅。你話撲撲撚咗街啊！呢班唔家產諗啲咁嘅嘢，即係等於香港有個而家個濕鳩，做個入境事務局長嗰個曾國衛，曾國係咪曾國衛啊？嚇，個撚樣啊，擺習近平嗰張慈相喺度啊，係死人先燒啊嘛嗰啲。慈祥燒定先啊！屌你啊！冇呢班唔家產，就夠你老細死。嗱，習先生，你啲親信買者聽撚到我講啊！你就屌你個喺以前啊，喺皇帝即刻打靶斬頭啊！屌你就個皇帝死，你個唔家產佢未死喎，你燒個慈祥喺度，你記唔記得啲人死撚咗？跟住話喂，你哋阿仔揾張相片出嚟燒張相啦，幫佢記唔記得啊？擺屋企紀念噶嘛，啱唔啱？係死人先燒慈相啊！你個撚樣濕鳩局長，你老母曾國衛，你老母喺讀多兩年書啦，亂七五搞，擦鞋你又唔識擦，擦撚到屌你老母五顏六色，你快啲擺撚咩添啊？不如你擺咩冇撚用，我打柒你針啊！而家篤鳩你老母背脊啊！嚇！當佢死咗啦！咪你老母，你當我哋偉大嘅領袖死撚咗，整張慈相擺喺度，屌你老母啊！而家係嘛？大家利是，正冚家產嚟！呢班香港呢班殘官啊，屌你老母閪，害撚死啊！佢哋做好事都死啊！係嘛？叻唔撚切，你啲咁嘅撚樣，死人噶會，真係死人噶，唔係講笑。屌你阿媽清朝雍正啊，寫咩啲個字都死啦，冇啊你阿媽，你執執鳩皇帝死啊，嚇個政治冇咗嗰上邊嗰畫嘅，咁屌你阿媽文字獄啊大佬，知唔知啊？所以你睇緊見嗰個世界啲人咧，佢啲戇鳩啊！好啦，講翻埋你間領事館點埋尾，有一個走撚緊嘅，哇俾人踢撚爆出嚟，成檔咧臨時特工。就做啲衰嘢鬧撚巢，哇！干誒偷嘢啊，偷零偷科技啊，賣情報啊，左搞右搞，搞到亂撚曬，用一你唔係職業噶嘛，亂撚咁搞啊！你點會用臨時工用鐘點工㗎？做特工平啊！啊，搞到屌你咁樣臨到撤退，都要搞到火燭嘅。倒火水燒文件，屌你！或者領事館入面嗰啲係臨時工嚟嘅咧，咁咪萬知阿爺工費咯？呢班唔家產，篤數啊大佬！我早屌好撚耐啦，屌柒啲外交部屌撚咗幾年啦，成班唔家產去寫人相啦，冇撚出好嘢做過嘅，扮戰狼外交，你老母而家做鼠狼都做唔撚掂啊，係咪啊？一睇個南海風雲啫嘛，兩個國家中國、美國喺度演習，大家眼都望撚到噶啦。你老母你要暗槍縮埋一邊啦，就啲航母嗰啲機上落不停上俾落你俾睇啊，廿四小時知唔知啊？唔係得個你上條步啊，一架都唔敢起飛啊，係咪啊？搞乜撚嘢咧？亂撚唔搞外交部呢班唔家產，害撚死個國家噶，真係噶，害撚死個國家。我有問。咁你外交部負責收好多情報噶嘛？屌你啊！冇一年年鬼內誰拉情報都唔肯收，掂唔掂都唔肯知，信人講啊，係嘛？收錢啫嘛。你真係九段線又唔識駁嘴，人哋真係攞仲裁，你老母自己又唔肯去，到而家俾人揸住個質詞咧，就引我九段線咧係海南法庭判落嚟嘅質詞咧，點你係非法嘅？叫你有冇嗰個永興橋嗰個乜撚嘢機場擴建嗰啲填撚高嘅嗰啲全部要拆啊！你聽住啊，鏟撚平你啊！你鏟唔鏟啊？佢仲要有聲聲大啊！啲咁嘅聲外交部啊！唉，我哋有架永不沉嘅航母艦啊，降落島啊！屌你老母！大家亦都咁講喎。係咪啊？
同 Titanic 嗰句一樣咯，所以佢話我將嗰個島變撚咗機場，變咗戰軍咧，就係永不沉嘅航母艦喺太平洋。你老母你傻撚咗嘅，航空母艦永不沉。航空母艦最撚重要嘅優勝咧，就唔俾人知喺邊度啊嘛。你老母戇鳩部長，你識唔撚識嘢啊？而家你老母大羅大鼓話你個島咧就係不沉嘅航母艦，怎撚出嚟打個指標？你唔喐得啊嘛！打撚沉你為止啊！航空母艦會厲害到咧出撚咗去個無窮盡嘅海洋，你喺上面偵察啦，你真係唔知佢蒲喺邊度噶嘛？就係唔俾你知啊！係嘛？佢優勝就係唔撚俾你知喺邊度噶嘛？跟住成廿幾卅架啲戰艦群護撚住佢，跟住嗰啲航機、嗰戰機係咪先？所以你老母亂插咁講係嘛？不沉嘅航母喺太平洋度打撚沉，你睇住啦。有幾難？你點擋啊？你冇得補給。有都死啊！你把一條龍出嚟打唔到個月，半個月都要翻去補給啦，入油啦。噴曬大黑煙，驚死冇人知。嗰聲潛艇我臨揾聲嘅，屌你兩威！咁柴油啊！嗰潛艇啊，一出嚟就知噶啦。唔使升艦。佢啲聲潛艇喺南海喺海南島嗰度，因為佢自己嘈啊嘛，驚俾人發覺，咁啊揾啲跟住啲貨船啊或者大隻漁船咧，個潛艇啊黐撚住個船底咁樣出嚟咯。你明唔明啊？一拖一咯，只大漁船喺上邊，佢潛艇啊駁撚住喺個船底，咁啊平速啦，啊急撚定，咁啊俾個漁船嗰啲 M 剪嘅聲音咧就蓋撚咗個潛艇，咁啊等人哋唔撚知佢出嚟咯。嘈得咁緊要？係啊。咁嘈啊！屌你老母，好撚搞笑噶！你哋唔撚知噶。大佬。係啊，一跟住啲大貨船出咯。啲貨船出口啦，咁佢嘅潛艇咪預咗潛定喺度，啊一蚊啤神，我、哦、起程佢跟住咪跟住行咯，咁啊出去太平洋深水度，佢咪可以鎖閃咪閃咯，潛咗落去，咁人哋就人哋唔知道你有潛艇出咗嚟咯，係嘛？啊冇亂啊，唔係我咧搞笑喎，有時講咧你成間總理事咁俾人掃撚走，我係作為中國人，我撚丟架，你知唔知啊？不過我犯乜嘢事咧？你要行呢個行動，你問美國我犯咩事？俾面你啊！係嘛？擺明直情你個美國總統仲喺度聲大大話緊陸續有嚟，關閉埋其他添。我屌你有冇即係咩？即係準備打仗啊？知唔知啊？係啊。咁其實真係打唔打得成啊？而家佢而家佢就。直情係嬲你共產黨打仗，但有冇得打中共？將嗰個中華航空咧改撚埋名叫台灣航空，係啊，改翻啦，係嘛？證明以前唔得噶嘛，美國佬撳緊住你噶。直情係嬲你打仗，辣你咯，嬲你打仗。咁而家你共產黨做金槍，咁就做金槍咧。冇地方發泄，就揾住香港人嚟發泄咯，係嘛？屌你有冇啲 BM？ 我話唔俾你利用個出入啊！啊，取消你嗰、那個唔俾你做旅遊護照啊！你講啲廢話啦，共產黨！你中國外交部，你夠膽即刻宣布話取消曬 BMO 嘅人嘅國籍，冇曬香港居留權，歡迎你喎！第一個我鼓掌。即刻平權，佢 BMO 當年發出有條例咧，就話如果個人呢、這個持有人 BMO 持有人突然間喺某種環境之下失去曬所有國籍，咁佢揸住個 BMO 咧就自動變為英國正式公民，就當英國嘅護照使用嘅行使噶啦。好啦，你行使，你共產黨你又封關，唔撚俾嗰300萬人走。屌你阿媽！派軍隊、航機、航母嚟啦，喂，護橋啊！根據國際法例啊，我咪撤橋啊，我撤唔撤啊嘛？我保護我啲橋民啊，睇下法例啊，
外交部低磅，呢個摩利扎咁嘅班人立緊殺低 B， 快啲宣布啊！取消曬香港公民嘅 BNO 啊，國籍啊，隨時歡迎你快啲啊！佢咪派航母嚟咯，護橋咯，通知埋美國進軍嚟香港。北大西洋公嘅組織封鎖你老母太平洋咯，跟住宣布格鄉街與北可以公投獨立咯。格鄉街與北啫，淨係與南唔得，九龍同香港唔需要。九龍香港以前你割斷咗噶嘛，而家你突然間你話中英聯合聲明作廢，作廢即係由頭玩撚過啦，唔撚係啦嗰檔嘢，我咪收撚翻咯。但格鄉街與北你英國唔收得噶嘛，你租借嘛。嗰要交俾國民政府咯，你同清朝租噶嘛，但清朝退位詔書喺個國民政府度啊嘛，交俾國民黨，哦國民黨唔揾你，咁咪但你咪等你格鄉街與北啲人公投，公投之後咁啊喺日本滿洲國滿洲流亡政府啊 call 個貴族王朝過嚟，咁咪哦大清王朝重新時期咯，喺個九龍城寨。咪講有曬法理根據㗎，企喺度。當年個英國即係傾撚掂曬，鬼鬼鼠鼠，將原本割讓咗俾佢嘅俾埋你，喺個協議嚟嘅。美國都撳撚住台灣，就唔想講呢一筆。台灣而家都唔係台灣政府㗎嘛，那個業權。日本一打撚完仗，唔係交俾國民政府㗎嘛，那個台灣島嘅業權係交俾美國㗎嘛。就美國而家俾台灣暫管嘅啫嘛，好撚多機關擺咗度嘅班友，設計曬好撚多陷阱喺度噶。等於馬來西亞撚樣，你馬來西亞屬邦同馬來西亞聯邦都唔撚同。你吉隆坡冇撚咗埋馬來東亞嗰邊咧，你就冇咗今日嘅馬來西亞聯邦。所以馬來東亞嗰邊隨時都嗌獨立嘅嗰班友。啱啊！蘇姐知啦，你啲嗰邊好撚惡噶嘛？馬來西亞政府管佢唔撚到噶，嗰份合同啊，即係等而家你格鄉街與北係租借地，個業主咧就大清王朝，但大清王朝退位嗰陣時嗰個退位詔書啊，唔係俾你共產黨嘅，係喺國民政府手上，我要交租交翻地咧，我交俾個正統嘅業主，明唔明啊？業主。好啊！既然間喺度爭論唔清嘅話咧，就好啦，俾格鄉街與北嘅人咧自決命運，屈變咗第二個新加坡出嚟啦。公投係咪啊？我係跟翻英國咯。咪等公投咯，美國佬入嚟同英國佬主持公投咯。如果格鄉街與北啲居民話咩，我要誒俾翻中國嘅，咁咪俾你咯。俾而家中華民共和國就俾你啦，佢可以玩呢套遊戲嘅。即係我哋評價呢個歷史，但去到呢啲咁嘅環境咧，唔係國家嘅福氣。你就算我哋今時今日中國人睇個國家搞到咁撚樣咧，都唔撚係福氣。香港本來無一物，你中國政府揸住個基本法，幾時要有雙普選？你寫咗係幾多年前咧係有直選特首噶嘛，一人一票啊嘛，你點解唔做咧？做撚完咩事都冇咯，點解唔做先？左玩又玩，左搞又搞，啊！整撚咗兩個老夾鬼死㗎啦！啲人半條人命啊！啲咁嘅巴撐老懵懂、老奸懂啲人，梁振英別 sam 啲人咁嘅貪污仔，屌你有冇台底掃收嘅？仲喺度牙手牙腳、指手畫腳，又咁又咁，咁就影響我特首咧，唔會有新思維、新政策咯。啱唔啱啊？你香港點會好咧？係嘛？咁你中央政府你點樣樣睇？你咁樣你想香港點樣樣先？你話咧？係嘛？仲可以點啊？可以點？你好撚簡單就做得光潔啲咯，我覺得就唔好做到唔三唔四咯。一國兩制玩完，而家宣布一國制，全部法律跟翻曬中國打平。冇撚曬邊界咁啊，搞掂咁樣仲好玩喎、啊！個遊戲啊，大家有數計啊嘛。啱嘅。
我而家你喺度搬龍門，我唔知道你幾多時搬噶嘛？搬下搬緊咗個譚耀宗啲咁嘅妖怪出嚟，唔知噏乜撚嘢？呢個孟家產土共妖精，人唔似人，鬼唔似鬼，點解我仔喺澳洲讀書入撚埋籍咁滯？你老母喺度猛叫人愛國日夜，係嘛？咁你點樣搞咧？我話整啲乜外國團體，屌你老母唔三唔四，又慶祝乜慶祝物咁嚟噶？咁黃大仙中撚曬招啦，個個唔戴口罩，你諗我哋唔告佢嗰個限聚令？攬頭攬頸，係咪啊？咁你政府點解唔告呢班唔乖仔限聚令咧？你工聯會嗰啲係咪啊？咁你問你點解政府唔肯告咧？係咪先？唔係我哋講噶。跟曬啲根源出嚟，佢哋搞撚出嚟㗎。嗰啲最近最新呢一次嗰啲感染，唔係佢嗰陣時係放寬咗五十人聚會嘅。佢邊度止五十人啫？嗰度係啦，嗱呢一樣嘢可以 check。係咪啊？沙圍點止五十人啦、啊？四個八個跟住五十咯。係咪啊？所以屌你，你點搞咧？香港？但大家有一種係好好福氣嘅，即係嘅恩惠。呢個世界咧，天有眼嘅，奸有奸書，謀有謀書。正常嘅人移民英國咧，好難嘅。如果有仔女嘅話，係咪好難啊？我話而家咧，啊富貴啦，一月開始你哋嘭一聲，咁啊帶埋老豆老母、老婆仔女、弟弟大大又去撚到。哇、啊、嗱，唉，富貴啦！唔使申請，撳曬。唉，唔使申請，有人教埋你。讀書免費。讀書免費啊！真係我冇呢件事，又冇呢樣嘢出。係啊，個世界好怪嘅。真係好貴，好貴貴物。你兩個仔如果去嗰邊讀書，好多錢啦，讀中學都啱嘛？幫香港人慳慳唔少錢。仲有一樣嘢，大家有信心噶，你唔使驚揾唔到食。你一肯落做藍領咧，你又好撚過做白領，倒垃圾人工多撚過，揸車好撚過，有門手藝仲犀利，整水喉電燈，裝修工程係嘛？你唔使驚揾唔到食。好啊！如果你話你肯落手落腳，你去嗰啲中國嘅唐人餐館咧，成日都請人噶。你又識英文，又識講國語，又識廣東話，係咪搶手嘅？識整雞蛋仔都富貴啦，整得靚嘅話，人生好多機會。你揾食又好易嘅啫，同埋英國啲樓仔係平啊嘛。平成點啊？圍到千松啲咩尺咯？咁平？係啊，港幣喎、啊。咁你有樓咧？港幣你喺香港買一層樓，佢仲揸緊住撚多錢添。有你，如果你肯跟我學嘢嘅，就屌有成百釐息收啦，要少免税，有五百萬收撚到百釐到十釐，咁咪成幾皮一個月咯喎。咁做嚟做咩啊？兩公婆喺度做咩啊？嚇？做緊學算。我五百萬啫，係咪啊？唔係你五百萬要嚟投資嘛，要冇風險嚟計啊，差唔多要零風險嗰啲先投資嘛。但你識調動咧，你可以做好多轉收噶嘛。你哋打知啦，我哋收先收成七八十釐噶嘛，可以冇撚得人驚噶嘛。嗰啲煙琴，即係嗰啲 money game 遊戲啊，你風險低嘅咁，你咪收十釐八釐咯。好啦，另外有啲人問咧，就話你而家你搞到咁嘅環境，嗰啲港紙危危乎啊，成啊，我呢個係有個心理上威脅嘅。咁你威脅掂嘅，你唔一定要換美金㗎。你買幾手外國股票都係唔係香港資產嚟㗎，凍結你唔到啊嘛。咁但係通常咧就喺嗰個危機應變咧就要買金嘅，買嗰啲五兩莊啊。一條條嗰啲999啊，四條九嘅金，金條金粒擺埋去，唔好理佢升跌。希望呢一世人咧唔用得到，交低俾下一代。我冇仔女嘅又送撚咗去善堂算數啲金條。但你用起上嚟咧，你真係有得
救命嘛！因為一打仗咧，美金實使噶，美金都會變廢紙噶，大佬。美國佬實贏嘅咩？嚇、啊？咁你話有人問我匯豐會唔會執笠咧？邊一個包啊？聯盟兄弟咁撚巴閉百幾年歷史執撚賣啊！所以多數都賣金條嘅，擺外國某個地方，香港啊擺啲。香港點解要擺咧？你上船啊嘛！好越南佬咁屌你啦嘛，冇金條唔上船噶嘛，上去漁船都要走啊嘛。你所以漁船走去台灣，台灣再走去第二度啦，下集你都有金條嘅身啊嘛。最近即係台灣啦，坐漁船都要俾金條上船啊，大佬投奔怒海啊！但我哋唔希望做到呢步啦，希望你啲年輕人咧一月咧走得，盡快走得，去 BMO 平權，唔走笨賊。走撚完，攞咗身份，取消個中國户籍，唔好撚貪心，以為我揸單個回鄉證翻中國咧著數，千祈唔好貪呢嘢。你冇領事保護嘅，你一定要取消個中國，因為中國唔承認兩雙重國籍啊嘛。所以益咗香港幾百萬人，但世事咧就真係好吊詭嘅。佢宣布呢一個咁嘅移民政策，嗰啲移民公司撲街啦！唔使搞。早年好多人開大間公司噶嘛，哇！屌香港唔穩定啦，咁啊做移民生意啊，咁而家全部出雞。嚇？都唔使搞。我喺英國唔使錢啊嘛，你張葡萄我睇死咩？唔識講啲話，啱唔啱啊？係嘛？同埋你加拿大啊、澳洲嗰啲又放寬啊嘛，仲好多選擇嘅國家，所以做移民公司嗰啲咪冚家產啦又，所以做生意幾大風險。又係講翻老生常談嗰句，年輕人一定充實自己嘅能力，乜都假嘅，一定有技術。你非法好，煮菜好，做麵包好，你一定要精益求精。最緊要可以低聲下氣，揾個名師，佢肯教你嘅話，你真係要叩頭拜做師傅，有朵響啊嘛。我話阿一鮑魚，阿一係我師傅㗎，咁而家有幾檔嘢都用佢個名啦，開檔做食物館，睇咩都話，大熱寫住係阿一嘅徒弟啦。唔知佢冇得阿一同意，我唔肯知啊。佢真係斟一個杯茶拜師噶嘛，佢又冇吹水啊嘛，咁你後生一出嚟，你乜撚嘢都冇，啊冇幾等大啊收租老豆，你係咪流連同個仔，係嘛？咩靠食自己嘅，咩靠自己咯？保持睇得諗，保持信用，所以我賣嗰啲翡翠俾人公投嗰啲。我老婆最過癮，我自己有少少即係啊，真係冇取過個老婆。前日朝頭早，咁我計下，咦呢輪都幾好賣喎，因為我哋真係平啦，屌佢賣咗算數啦。咁多貨尾，咁多石喺度，有啲人中意玩咗嘅，咪等佢益下人咯。有啲手工好靚，我太太講句實話，喂，有啲人唔識出價嘅喎，我係啊，佢哋可以爭到好貴噶，佢嗰啲感覺啲人投貴咗咧。你送翻啲嘢俾人啦，幫補下人哋啊！即係我嗰件嘢原本值一萬嘅，你投緊到萬五，即係我心目中一萬我都賣噶啦，你投緊到萬五，咁你冇得怪我，係你自己投啊嘛，同埋買玉器嘅嘢講心頭好嘅，好講心水嘅啫，買名畫一兩樣，冇價嘅，黃金有價，玉冇價，咁但係我太太都提。所以我太太係一個好大量嘅人。喂，如果你投貴咗，你睇下求其執啲嘢送翻俾人啦，平衡下啦，我得啦，識做就識做啦。即係佢可以諗到咁微細嘅，知唔知啊？即係你嚟捧我場，係嘛？皆大歡喜，所以我就我保持皆大歡喜。所以個個人走嚟攞貨咧，哇！喺手度睇到真嘅靚過我貼出去嘅。我貼出去特登影歪啲，唔影到咁撚靚，所以嚟咗睇，哇！屌你，個人個都開心嘅，大件咗嘅，屌你，
係啊，已經細啲啊，太見咗。唔係以前我賣樓都係㗎，譬如我層樓一千一零幾尺，我就話一千左右嘅啫。到一度尺咧，佢就開心。屌，我哋賺咁多錢都唔需要賺到咁盡啦。話啲樓升水，百幾萬買柏景台一層千二尺，而家幾多錢啊？二千幾三千萬啊！咁你我哋嗰時想中途走賺咁多錢嘛？所以逢係嗰一千二百幾尺、一千三百幾喎，哎，大約一千三到啦咁嘅，就冇話千四嘅，只有唔賣啲零數啊，即係唔賣嗰啲誒嗰啲一百幾尺咧，一百幾尺咧唔講嘅零數，嗰幾尺唔講嘅，啊，呢啲我哋跟人學翻嚟，即係誒人哋買完個你開心嘅，咁你個運程都好啲㗎。買完你啲嘢咒撚你，日日咁撚多人咒你，你都撲街啦，係嘛？你而家啲特首啊，嗰班家產咒極都未死啫嘛，但都七年止散啦，咒撚到。你話我哋而家呢個咁啊林鄭妖王有冇家庭之樂啊？乜撚都冇啦，嚇、啊！獨守空房，屌你係咪？無厘頭撞撚見個傻傻地嘅嗰度，仲話如沐春風，你係咪幾撚大王？搞笑噶嘛！冇噶，人生有得有失噶，爭得到未必好，係嘛？爭到頭崩額裂，佢咪嘥緊咯？你問佢哋有冇歸盤之樂？嚇、啊！嗌個老公出席都撚鼓掌啊！咁你係嘛？你估啦我，嚇、啊、你幾撚冇撚人啊？世事好奇怪啊！有咩新聞？你嗱大。大陸同台灣個關係會唔會繼續惡化落去咧？哇！碰到中國共產黨條紅線啦！而家，唉，佢條紅線究竟喺邊啊？成日喐個喎，喺邊啊？佢繼續追住你嚟碰咯。我原來係咁，永遠都碰到喎。永遠都你點行都碰到喎。過嚟賣街添啊！似啊，像唔像啊？啊！台灣就是台灣啊！台灣，你中國共產黨放蛇咬啊！出兵啊！笨撚柒，咁撚叻，你戰狼外交，內交你都未搞掂啊！唔好話外交啊，內部你都未搞掂，係咪啊？睇人撚起，共產黨睇人撚起㗎，嗰班撚養你十年八年，不嬲㗎啦，撕咁大個鼻。拖撚曬人哋嗰啲亞洲國家嚟啊！嗱，而家呢度我做大哥嘅，你哋唔好撚出聲，咁撚樣講嘢噶嘛？外交部呢班唔家產啊！咁串咩？係啊！咁夠串？恰鳩人㗎！我都睇得出。咪點解佢走撚到你菲律賓門口度起個島啫？起個機場啫？當你冇到啊嘛？係嘛？整狼牙棒仔打柒阿叉啦！你係好撚聰明啦，啲小聰明啦，啊！大家話撚明唔帶軍火啊嘛，守邊境啊！我整啲狼牙棒毆柒你，咁你咪幾老土？而家撲街啦！你睇印度最近幾撚多動作，全部搶燒曬，燒米都要發個招牌話咩印度啊，唔撚敢寫話咩印度。屌你老母！好快手啊！突然間印度做，快爆嚟曬寶啊！個廠都唔使撤咯，即刻。佢搞錯咗啊！嗱，我呢度咧要保留嚇，唔係話中國共產黨有心去搞出嚟嘅，有無間道嘅呢度。因為你好多人去越南、去緬甸、去泰國、馬來西亞設廠，咁美國佬咧話同印度咧支持佢搞嘢。蘋果又搬去啦 ，Samsung 又話搬去啦，咁啊印度佬咧買咗十個香港咁撚大嘅面積做嗰個工業城，我點樣斷撚你中國佬喺度搞搞震咧？就借頭借路咧，有無間道咧搞事，佢又乘機，所以佢咁撚快我就奇怪，莫迪點樣上咧埋前線？
俄斯佬點整一千架坦克俾你，跟住賣埋戰機。以色列都賣架撐，我真係唔驚嘛。所以唔係咁撚簡單，未必係中國錯，大家要小心。因為我計嚟計，中國共產黨冇咁撚笨柒噶嘛，屌乜周圍火燭，屌你有冇仲要搞嗰度把撚咩嗰啲先？冰天雪地嘅地方嚟嘅，送俾你都冇撚用啦，地方啱啱啊？係唔應該咁笨柒嘅，係有無間道。究竟嗰無間道喺軍隊入邊啦，因為外邊咧就真係大家唔撚知啦。我亦都希望你中國政府咧，中共中央咧，你要徹查。點解會搞到要搞龍牙棒出嚟？有冇人策劃令到你中印咧個關係惡劣到咧？而家乜撚嘢都刪撚曬你，刪撚曬你，佢咪砰砰聲，無後顧之憂叫鳩你長腳咯，啱唔啱啊？擺明明明啊，叫鳩啲客仔過嚟開倉啊，叫鳩啲生意咯，係嘛？有陰謀嗰度，即係冷靜啲睇啊！好，第二個問題。嗱咁啊，順住啊講啊，咁啊，中國而家咁多人搏住嘅時候，中共個走勢會點咧？我一路睇佢哋嘅反應咧，如果呢個外交部再係呢班人做咧，中國冇計。同埋而家佢哋唔知道咧，你退咧係進攻嘅其中一個招數嚟噶嘛，即係你唔係下進攻解擂台，退唔係代表話輸噶嘛，你未打完嗰場仗，打麻雀打八圈，我第四圈輸啫，咁你話我臨尾唔贏得你咩？但最撚慘嗰啲咁嘅馬克思唯物辯證法，屌你冇閪普普計，睇眼前啊嘛！而家仲要搞撚到好撚巴閉，要做世界領袖啊嘛！人類生命共同體啊嘛！三百年來千古一帝啊嘛！習近平要咩帶領全世界啊嘛？你世界要聽我呢個模式啊！屌你冇傻撚咗嘛！俾皇帝呢個唔關點會搞呢啲嘢啊嘛！係嘛？又要肯聽嗰度難啊嘛！咁我點撚知佢咪有少少神經唔撚正常咁咪俾人點咯？好似毛澤東晚年一撚樣啫嘛，縮撚咗咪俾人點咯？思覺失調都會㗎，係嘛？因為你宮廷鬥爭好撚難睇喎。他們這些人忍閉了之後，我們中國的領導人的健康呢，你知道不能說的嘛，說你有沒有洩漏國家機密嘛，是不是？那頂帽很大顆下來的嘛，對不對？難道你難道你叫中國領導人去拍四仔給我看看，他不是還有體能啊？有沒有啊？你怎麼覺得病菌這樣的嘛？你嗰啲頭腦唔清醒，有權力喺手係好撚危險㗎。而家咪咯，佢冇嗰個臂力啊嘛，又冇臂力有，係嘛？殺唔撚都停。我哋睇咧就，除非咧好撚有威望嘅人出嚟，即係等於嗰啲丐幫嘅十大長老。出嚟清場，重整個成個架構。仲有呢啲人喺度咩？有嘅，但如果唔係咧，你計數咧，你中國會倒退四十年以上。遲下你就要用糧票啊，配給噶啦，糧食。你好簡單啫嘛，你九段線嗰度一夾埋賓仔同越南，你嗰肥旗擺撚咗兩個。兩組航母喺嗰度壓撚住，你咁咪封鎖咗你個航道啦。石油你運唔到入嚟，貨物你出唔到，你好撚好玩啊！俾人封翻轉頭，俾人封翻轉頭。你睇個地圖啊，一集撚住你啦嘛，一撳問你石油都死啊！
你話你同伊朗簽咩石油屌，你入到口咩？係嘛？所以整個國家冇曬幕神，你搞緊到東海有事，南海有事，印度屌啦大西北都有事，咁你搞咩？蒙古佬又話同俄羅斯軍事聯盟啦，仲有個台灣喺度咧，佢唔喺台灣搞事㗎，美國佬撚正啊！因為台灣咧近你中國嘛，喺邊搞事咧，台灣都危險，日本喺佢走嚟呢邊搞事。大啊嘛，嗰個九段線入邊嗰度啊，有得走啊？知唔知啊？唔係啊，佢有個蘇碧灣，有個金蘭灣互相照應啊。菲律賓有個蘇碧灣，越南都有金蘭灣，有個軍事基地度噶嘛。美國兩頭照應，咁啊一腳撳緊住你共產黨，你喐咩啫？封鎖你航道啊？係啊，鎖撚死曬你噶。你睇嗰個地圖知啊，所以佢喺嗰邊突圍啊，喺南海搞事。咁其實你個九段線來源就係屌你乜你美國佬畫出嚟咁啊！佢唔肯承認有啊！你槍仗，係佢畫出嚟噶嘛？當年咁你跟我學共產黨咯，唔認。咁啲世界講拳頭大噶嘛，所以成日都話你中國人要爭氣，但係你中國共產黨唔肯爭氣啊嘛！覺得我窮奢極侈、走資貪污腐敗，係嘛？走得快過你啫！嗰啲好嘅幹部就屌你咁樣鵪鶉咁樣樣，因為而家入邊做官好慘嘅，做清官即係你冇錢啦，冇錢即係冇得升官啦，冇得升官即係冇權啦，咁邊度睇得你起啫？邊嗌得出聲？食飯冇你份啊！嗌你把撚啊！你窮撚過鬼，係嘛？你又坐唔到啲要害嘅位啊嘛！你係貪官先牙仔好位噶嘛，所以如果你大陸做官揾慘嘅，你做好官死噶。咁樣樣。唔係咁點啊？鬥水啊！而家你走翻中國北京傾生意啊，做啲大啲嘅deal啊，你唔代諗住過億嘅現金去應酬，你都唔撚使去識見到人啊？邊個出嚟見你啊？食餐飯都百幾一萬啦，最撚少，啱唔啱啊？香港啲咁嘅濕鳩中聯辦啲咁嘅濕鳩官仔咋？屌你有冇三十年以上嘅茅台都唔撚飲啊！咁咪仲衰過以前換清換冇十萬八萬支酒都冇撚叫佢食飯啊！佢話：屌佢老母！咁巴閉咩？係啊！屌你有冇你中紀委幾時開快佬啊？中紀委嗰飲得仲貴咯！你照呢班家產廢啊！即係黃志文啊、張曉明嗰個時期嗰啲冚家產包閉咗啲啊！嗰啲乜撚嘢新界部長啊，啲乜閪人啊，九龍部長啊，統戰部下邊嗰班冚家產啊，搞啲社團啊，中票嗰班冚家產啊，周圍兜兜搭搭啊，再打啲有錢佬心口啊，啊！佢哋一立乜撚嘢法咧，就揾笨柒嘅。等於你立啲咩國安法好，乜柒嘢法都好，就多一個地方揾笨柒，敲夠你唔戴貓啊！好似你個侄咧，佢上街喎，你有冇？你有冇你有冇勸下佢啊？咁屌你有冇嘢殺喺度？即係話你可以受牽連啊，細佬。咁你仲唔識做啊？你啲夥計有份啊？係啊。我間公司咁大，夥計。係咪啊？明白未啊？佢揾你出嚟啊，食餐飯聊聊天啊，屌你有冇研究研究？你老母你真係頭暈啊！啱唔啱啊？佢逢係整多檔嘢咧，就多檔打個人心口，啱唔啱啊？唔怪之強國，係啊，強加個道字。佢係用嗰啲法律去嚟打人心口噶嘛，所以咪點解你搞幾十年搞唔撚到啲貪腐咧？要搞啲係搞到噶，佢就唔撚係。你整多檔嘢出嚟，佢係整啲出嚟做樣俾你睇，拉撚咗人啊，大來大股，係嘛？一百人貪污，咪拉幾百人俾你睇咯，做戲咯，睇下邊個冇菜咯，啱唔啱啊？其他嘅打柒佢心口咯，係咪啊？好啊，而家你充公咗蕭建華嗰檔嘢，三成兩三萬億噶嘛資產，四季酒店嗰檔啊，大家知四季酒店個名叫望北樓啊，嚇？而家唔知望乜撚嘢樓好啦，嗰個名望愛樓啊，
一片哀歌。咁啊，操控撚曬嗰啲公司啊，同埋嗰啲咁嘅安多公司好撚多資產啊，啲錢分去邊咧？唔係分佢哋自己度分咯。係嘛？有冇公佈咧？好撚慘㗎！如果世界你睇得到嗰個國家個制度啊，各方面咧完全唔撚平衡嘅，搞撚埋曬啲唔撚應該搞嘅嘢嘛。唔收貨，啲老百姓水災水浸，睇醫生冇睇，死緊咗萬年冇人執屍，係嘛？屌你老母！你國家攞啲錢走去美國啊，幫人救濟嗰啲窮人啊，係嘛？仲俾人掃撚把酒添，幫免費檢測啊，自己嚟香港啲人都唔肯檢測。你咪好撚搞笑嗰陣㗎，好撚滑稽嘅，嚇、啊！落鳩人面啊，走去屌你啊，冇閪傻啊嘛！呢班所以咪點啊，屌柒啲外交部啦！佢真係為真係出風頭啊！我哋派人嚟由領事館幫人檢測啊，幫人哋免費檢測啊，搞啲咁，美國佬點頂得順嘅？仲免費添？免費啊！即係我哋美國冇錢啦，即係我哋政府咧冇做撚好社會工作啦。唔撚愛惜我啲子民啦，要外國人嚟幫手同我哋免費檢測啦！你幾多戇鳩諗我都要拎佢打靶。我當年送搞啲醫療車喺印度，喂，你千祈唔好話我，你無名氏送，你用翻佢嗰個省嘅總理佢哋嗰個共產黨集團，佢印度共產黨嘛，喺高加達嗰個省6000多萬人口，由佢哋嘅名義做。有一個外間的佛教組織咧捐錢得啦，唔使提我名字，我話你提咧就蚊之字得噶啦，擸一擸個啊個派咗個代表過嚟觀禮，我當自己代表啫，個學會個中心唔當自己係chairman嘅，咪到全部降撚到最低調啊，全部嗰啲省總理又出嚟，嗰大官誒嗰啲大細官出，因為佢當政府做啊嘛。咁咪攞你個舞台嚟宣揚咯，所以好快做到咯，所以德克蘭修女到踎你都幾年都俾人害啦，我老雞同鴨血啦，德克蘭修女最早，啲人都奇怪話：喂，屌你點解咁撚快去到檔嘅？我屌你冇佢哋做嘅開到檔啦，我磅水你哋去做，用你哋嘅名義係咪快啊？有，唔係你唔好講咗揾先啦。起碼佢都做翻啲社會工作，同啲人民交代啊嘛，當政府。你喺落後國家一定要俾人有尊嚴噶，俾人有面子噶嘛，你咩做唔撚到噶？呢個係我最撚擅長嘅。你跟我翻大陸睇到啦，誒有你寫乜撚都得啊，係嘛？你叫我坐邊就坐邊度，唔撚坐都仲得，咁你咪舒服咯，係嘛？有咩問題？嗱咁啊，另外大陸嗰邊託市啊，點解香港嗰邊香港個政府又唔託咧？唔跟住咧？呢下又香港政府有錢託咩？唔係有好多儲備嘅咩？派咗1000多億出街啦。嗯。佢託邊忽先？屌你媽！啲人唔間食屎窩飯噶嘛？今時今日社會咁撚惡劣。你早輪你林鄭喎，點人哋買樓嘛？借90%錢俾你得啊？嗯，係啊，而家跌咗20%咩樓價？嗰班撚樣咪砸撚住咯又，我早講撚咗㗎，你實撲街。記唔記得嗰單嘢先？90%按揭，林鄭自己宣布嘅，舊年。係啊。居屋嗰啲。咪撲撚街啊！喺呢個時間，佢話吳家產仲唔放啲辣椒啊？仲唔揀辣啊！呢啲咁嘅濕鳩財政司，屌你老母臭閪，剁撚碎佢啊！送撚咗去喂狗啊！啱啊！呢撚樣，一係送去堆填區啊，填撚咗算撚數。喺呢啲咁嘅水深火熱，屌你唔通你要個市場冧撚曬先話揀辣啊？噏撚定先啦！就等佢冧曬先咯。啊！等樓價啲下萬踢撚翻起曬去，係咪先？你唔撚揀樓，嗰啲租金一路要減啊！而家啲租金一減，你個樓價冧噶嘛，啱唔啱啊？
點撚樣屌你乜？你唔好託題，而家你託撚住呢啲先。呢啲揾把口噏嘅啫，啲政策減辣係咪啊？喺今年之內或者點樣嘅誒留住啲人，冇撚搞移民嘅，唔撚去英國啊！而家買樓嘅一年內幾多個月免印花税，咁點刺激下個市啊嘛？啱唔啱啊？或者收好撚特別平嘅離印，真係500萬以內嘅免離印費，就買嚟住噶嘛？屌你咪買間劏房，屌你咪啱啱先？你知啲人中意炒咪俾你炒咯，有個引夠大陸佬啲錢落嚟炒咯，頂撚翻住個市咯。你個樓市一升咧，股票就跟住穩定啦嘛。你唔使害阿爺，屌乜日日車金出嚟頂市啊嘛？幾慘啊！一個鬼一個鬼啲黃金車嚟香港，你有撚外匯啊？換緊檔。冇曬咯喎！嚇，有都用曬，所以咪咁多大貓你話，屌你老母！你個財政司你老母同我含著鹽去左掟啦！呢個撚樣，佢教鳩屌你老母！梁振英點撚樣收台底錢嘅咧？啲咪奸仔睇撚到個相啊嘛！你唔信你叫老母梁振英公開 B 巴公司出嚟嗱，包有你老母臭喺你嗰個冚家產陳茂波，屌你老母喺玩嘅嗰套嘢！輸撚到啦，係咪啊？第一個問題。咁啊，跟住嗰個問題咧，就係有個網友同你致謝嘅，啊，佢話多謝兩年前咧，你教佢結束咗內地啲生意，咁啊參加咗時空識班之後咧，就生活環境都改善咗好多。點解唔即係唔同唔公開再收啲即係再開班咧？啲人知道噶，你嚟報名咪報咯。而家改咗函授一樣啫嘛，仲150學費添。因應疫情關係啊。唔係喎，不嬲函授班係150嘅。咁但係你啲人撚知咁撚厲害啊嘛。其實好簡單啫嘛，你幾個成個宇宙個程式就係咁樣玩嘅。第一，你唔好撚打撚破咗上帝賜俾你嘅忠誠。對自己的忠誠，人失敗又自己呃埋自己嘛，以為自己得啊，咁咪自己呃埋自己咯。屌佢都得，我冇理由唔得喎，咁咪又自己呃自己。屌佢都做得掂啦，冇理由做唔掂喎，係咪啊？就係對自己能力啊，呃埋自己啊。日本仔唔會自己呃自己嘅，真㗎。同當然個日本仔都有個制度。就算你真係學柔道，一群人打上我條黑帶都好撚難摸啊嘛，係咪啊？啱唔啱？所以大家咧，年輕人最緊要唔好自己呃自己，精益求精，肯吃虧。有人揾你笨柒咧，唔係傷害你嘅金錢財產嘅話咧，你有去揾啲。啲老細最緊要揾夥計笨柒噶嘛。但你學到嘢啊嘛，有個舞台俾你學嘢啊，知唔知啊？我就僆仔肯學嘢，嗰日啊，我間公司個秘書話：喂，彭一聲嗰個冷氣機跳掣燒撚咗喎！原來裝冷氣機嗰時話唔啱咧，兩匹機佢裝撚咗啲係兩匹機用嘅掣，就唔識得裝個三匹機嘅掣咧嚟擺落兩匹機度。咁你一定個力大曬噶嘛？佢冇錯啊！兩匹冷氣機用邊種匹制，佢就照用。佢唔識得話我兩匹冷氣機，我配個三匹嘅匹制來，咁你就襟用啦。即係嗰啲匹落嚟嗰啲啊。咁你又肺炎又剩，你揾人有啲又休息又禮拜六又假期，咁邊度我做啊？我咪自己真係搞個翻嚟，自己裝緊翻曬咯，咁樣簡單咋。所以後生時你肯學嘢得啦，乜都學。呢啲就當年我哋走去做劏房樓，去間隔裝修嗰時咧，跟個水電師傅學噶嘛，問人啊嘛，啊嗱，邊度水線咩色咩色，係咪要小心啲乜嘢，係咪先？
我都穩陣啦，帶膠手套埋去搞啊，係嘛？就你乜嘢都學到啲嘢啦，實有著數嘅。總之你肯問人，你一定學到嘢。你學咗啲嘢咧，有朝一日咧，你會用得到嘅。每一日都係學習舞台嚟㗎，你留心就有㗎啦。你留心，你都學習舞台。點解照老啊？一次過四兩啦、啊，買幾多啊？哥四兩，一落台四兩啊，幾撚盡啊？係嘛？你有叻撚過你嘅，你大學生點啊？你買一次入邊度睇啊？爭刀未識啊？所以年輕人乜嘢都要學㗎，唔好話咁保守，淨係識一樣嘢，一樣嘢唔夠用咪有世界，係嘛？即係我搞手機，我又真係對呢啲咁嘅嘢又直情係漫無嚟嘅。而家啲人掟咗圖俾我咧，編撚翻俾佢哋。喂，靚咗咁多嘅，我屌你，咪同你教教佢嘛，係嘛？原來好多人咧唔撚識教圖嘅，知唔知啊？教翻靚嗰啲啊。我哋乜嘢都要學噶，做到老學到老啦。年輕人特別要學，你啲時間唔好浪費，睇多幾本書你有著數。第二個問題。嗯，問題就問曬啦。咁啊，今晚有啲乜嘢花絮咧？咁喺千禧祝福文啦，做每歌唱組合之後啦，博士揀咗啲歌舞啦、兩盤棋啦，同埋最後個魔術。嗯。咁啊。我哋有啲喺以前喺 Burma 投石嘅資料，大家不妨睇下啦。仲有啲嘢貼咗上去做咩㗎？仲有咧，有一個咧，有個同學咧就講佢近。我係有一個我哋時空識班嘅同學嗰啲由跟我哋開始學咗之後咧，喺呢個逆境之下，仲好過冇逆境嘅，即係冇傳染病嗰時都冇生意，就用咗我哋方法啦，真實，唔係對人忠誠係真實。品品質都冇所謂嘅，你講俾你聽話，呢鋪揾你品質㗎，制唔制？係特別貴㗎啦，咁佢制咪得咯，係嘛？所以鄧小平都要強調，我哋中國近代嘅偉人都係唯一得過鄧小平啫，稱得偉人嘅，因為簡單嘛，幾句説話留低，韜光養晦，實事求是，解放思想，防左更加要防右。好撚犀利啊！佢嗰個實事求是，唔係叫你老實啦。防右更加防左。防右更加要防左，佢就係話佢實事求是呢個好撚犀利。就話你中國人咧，成日都係虛無縹緲。你睇嗰啲文件都係嘅，唔知講乜撚嘢啦？你知唔知國家部每一日講啲咩咧？別有用心啊，説三道四啊，係嘛？個個字都識，但係理解唔到。你都唔知佢噏乜撚嘢。噏撚完即係冇噏，所以鄧小平就最撚真嘅，實事求是，唔理好貓啊白貓捉到老鼠就好貓。呢句咪最簡單咯，係咪啊？講曬嘅。咁而家話我唔撚理你咩主意，嗱總之你個國家富強人民安樂咧就係好貓嘅。而家你反翻轉頭，仲有宣傳嗰、那個屌你冇仔生命共同體，宣傳馬克思萬歲，你搞乜撚嘢啊？習近平先生。我身為中國公民，挑戰你嘅權威啊！而家佢覺得佢威過鄧小平。屌你覺得威冇撚用噶嘛？自我感覺良好嘛？有自信。你佢而家仲要整我？我哋而家咧唔應該匿埋喺度噶啦，要向外嘅。我哋個外交政策咧嚇、啊、就係、是、出位嘅。咁撚樣啊？你聽唔聽到嗰個黃毅黑衣啊？嗰、那個咩黃鳩政思想政策研究中心嗰、那個嗰日嗰啲講法一封啊，屌你又冇，佢要衝破以前啊，嗯，啊、衝破緊啦，而家咪破緊咯，冇啊，你試管俾人刪埋，係、啊、咯，好少咁威嘅，你試管俾人講掟撚走啊，啊夠撚曬衝破啦你，嗯，呢啲咁嘅撚樣，屌你老母中國啲係千古罪人嚟㗎。董建華、梁振英、啊、林鄭月娥啲全部係中國嘅香港嘅千古罪人嚟㗎，冇撚出好嘢搞過。將來你就知㗎啦。嚇、啊！就咁撚簡單，搞咩科技？搞咩科技？搞口罩你撲撚咗街，我喺街冇人見人戴喎、啊。佢賴罩，你搞乜撚嘢？好
我見過一次咁大把咯。你話撲撲街，攞幾億，唔知俾咗邊撚個姨媽姑姐呢咁嘅唔家產乞衣。幾億啊，大佬？咪啦。真係有人富貴啊！好，下一次幾多號啊？開咪。啊，下一次開咪時間係8月6日。哦，8月6日再見。嗯。咁啊，大家上大細超聽啦。大細超而家好多人栽咗㗎，因為每一日咧都有時事嘅點評啦。又有我耐唔中的簡短的評論啦，咁啊，嗰啲係當社會工作嚟嘅，因為而家你喺社會上咁多人的意見聲音啦，即係咪得罪啊？你講領事館，你唔講叻撚過我咩？我做撚個領事館館長嘛，嗰套嘢運作我知啊嘛，啱唔啱啊？即係你有經驗嘛，唔係靠撚斷撚估啊嘛。你講嗰啲國際政治，你叻撚過我啊！讀書你會叻，你讀嗰啲國際政治，你冇身歷其境啊嘛！好撚多啲國家咧，就明一套暗好撚多套噶，唔係咁啦，即係你翻去新界，你話去新界食盤菜，自己朋友請你，咁你一定冇事，好撚好客添。嗯。到你喺度買個丁起屋啊！嗰陣時你又發過多事啦，係嘛？兩回事嚟㗎，嗰個明一個暗。而家你美國玩緊咗有明火暗火啊嘛，因為今日講拆你領事館走，明火俾你睇得到啊嘛。佢仲玩緊暗火啊嘛，你共產黨慘啊，你唔撚知個暗火點燒你，知唔知啊？到你發覺已經太遲啦，光明與黑暗，擺喺明居馬掃拆你領事館走，我就用呢、這個。跟中國共產黨勢不兩立，我就要贏呢個總統嘅選票。即係你用乜用先？知唔知啊？跟落柒你面，等你搞乜撚嘢戇鳩政策研究中心，屌你老母！啊，好啦，另外佢呢度咧假嘅，表面咧就可以掃鳩你，其實底套陰鳩緊你，引開你嘅注意睇呢度，睇到嚟緊啊！小心添啊！你中央政府提撚醒啊！小撚心啊！呢頭喐撚緊你嗰頭話台灣中台灣航空啦，唔使用中華兩個字添啦，係嘛？做咗咯，做咗嘢。屌你啊！冇喺幾撚多嘢玩啊！架仔啊，釣魚台都改名啊，係嘛？越南佬又係啊！睇唔到咯！屌你啊，冇你唔係得罪啦！你中國外交部佢個制度，佢嘅出身問題，佢讀咧入去讀呢個外交大學，來來去去咧係得兩三檔出嚟嘅啫，嗰啲外交學院啊嗰啲啊，咁你冇國際視野噶嘛？咁同埋你所諗嘅嘢，所行嘅路線，係成套嘢係 set 好曬俾你咁樣讀噶嘛，咁樣考試噶嘛，全部馬列主義思想指導噶嘛，而家就習近平思想指導添啊嘛，你點可以諗第二樣嘢咧？你一諗撚親你就唔撚使精官做嘢都得啦，整份工都冇得俾你做啦，嚇屌你老母臭閪非洲！新幾內亞，屌你係咪做個冚家產外誒領事館嘅職員仔啦？踎你啦，冇十幾年你都老啦。你睇下今日嗰個阿伯出嚟做代言人嗰個啊，而家咪換撚咗人嘅嗰、那個新聞發佈會，知唔知啊？嗰、那個阿伯，嗰、那個、三等嘅外交官嚟㗎，佢唔係正統出身嘛，唔係官二代，唔係紅二代，冇背景啊。你查翻歷史啊！成世踎非洲嘅一條友，屌你老母你真係！你睇唔睇到今日而家出嚟做代替新聞發佈會嗰個阿爸？你睇翻個歷史，全世界踎非洲噶，唔係南非啊踎啊！你冇搞錯啊！嗌錯俾人，屌你老母！係啊，差唔多啦，成世嘅外交生涯啊！好啦，呢一檔咁嘅嘢。set 撚曬成套嘢嘅思想路線嘅你去做嘅，你有少少唔同意見，你點敢講啊？唔講得啦，
半都冇咗。咁點做啊？點會進步咧？你話俾人點會進步？點會有好嘅人才出嚟咧？冇啊嘛！佢嗰套嘢太渣啊嘛！鎖死咗你咯！只有一批一批嘅擦鞋仔，咪就係咁咯。咁啊，成扎你咪容官殘官咯。等而家你林鄭嗰啲班底都做緊到人似人鬼唔似鬼噶嘛。而家你嗰啲 A 股嗰啲唔敢出聲俾意見噶嘛，大佬。跟足個套，係嘛？我話你俾意見話俾上司聽，上司話喂，細佬，屌你咩老細唔係咁諗喎？而家你知啦，換撚咗潮喎，呢啲嘢唔肯通喎，屌你乜你點啊？出聲係政府公務員同我講嘅，將近退休嗰啲A 股，事實都係，事實真係咁撚樣。佢話我上呈啲嘢上去，直情就 call 你啦。喂，屌你唔掂喎！你知而家咩時代啦？你仲用翻英國人嗰套嘢咁屌你，我哋報報價。佢又當你用以前嗰套，係當英國人嗰套嘢。其實嗰套嘢唔係英國人噶嘛，嗰套係方法嚟噶嘛。咁你唔撚用咪用撚到而家嗰啲港鐵嗰啲電掣啊燈膽成咧燒咯，人哋以前一年都換撚多次嘅，而家一年換幾廿次嘅燈掣。咁咪買啲英國廠、英國招牌喺大陸廠做嗰啲貨咯，咁咪撲緊個街咯。屌你啊！我你真係點樣死啊？你話嗰啲高鐵點樣死啊？工程超支又超支。因為當年唔係咁做嘅喎，我哋英國時代。啲工程個程序要咁樣個，要有人監察嘅。屌你啊！我哋傻咩？而家嗰個碰頭係中建噶嘛？你知唔知而家戰爭一潮啊？咁屌你啊！我哋點啊？你一係做嗰份工，一係唔肯做。香港就係咁樣死嘅。你就算唔做嗰份工，嗰件事都一樣會係咁噶啦個結果。香港就係咁樣死嘅。你就睇個海洋公就知啦，姓志文賺緊緊錢嘅。整個梁振英別些呢個冚家產上場，益自己有，掃撚走成志文，佢當撚啲海洋公園咧係俱樂部，招惹埋曬陳佐元個女嗰啲入去噶，踎喺度啲咩委員會啊，飲飲食食啊，屌你啦，唔好當俱樂部應酬啊，姨媽姑姐又玩啊，唔使錢啲嘢啊，嗰個撚樣啊，嗰個姓孔嗰個冚家產啊，咁啊掃撚走成志文。咁而家咪衰撚到而家咯，我哋俾撚咗50亿啦，還翻中國人啲債啊，有大部分捱半年嘛，而家捱撚咗2个月啦，屌你乜仲喺肺炎，執撚緊啦，所以左係執撚咗好撚過啦，拎撚曬地出嚟起豪宅啊，屌你乜賣撚咗分錢好撚過啦，俾香港人派多次錢啱唔啱啊？贊唔贊成啊？你話我叫佢賣撚咗去做豪宅，賺嗰啲地價錢咧，拎嚟再。每人俾香港人分撚咗係好撚過，好多錢喎！嗰個唔使周身債喎，知唔知啊？清撚咗盤佢啊，賣地啊，拍埋啲地啊，做豪宅，將佢誒俾翻曬香港人，屌你分錢！而家仲大撚鑊甜氹，好係咁先。咁啊，下次8月6号再见啦！冇冷清㗎，我哋。